南部的小朋友啊，很不怕生。经过一天，我跟他们一起打球，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会主动过来抱，不管是大人也好，小孩也好，都是这样。峰山分校这个地方，偏乡的孩子都比较好动爱切特，所以我们希望他应该有机会去尝试不一样的学习内容。哇，这个中大赛！我别讲，无啦，赶快写啦。讲一支等等，什么什么讲一支等等说，我赶快写。两下1234，来3 2 1 action。我蛮幸运的，遇到阿莲国小的小朋友，他们非常的自由自在 ，action，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头。我永远记得，在这个暑假，我们班全部一起在这里拍了影片，要去当金马奖影帝。没玩过哦，吼，有时候帮他擦擦。非常谢谢5年7班的小朋友，因为他们真正的活在电影的角色里头。每一个小朋友虽然不过11、12岁哦，其实他的可能性都超过我们的想象。谢谢大家。